加油！来，我一般都站这边去吧。Let them guide your life towards your grand. I'll fight for what I love with every breath. My past is filled with things I won't forget. I use them all to push me to my best. So treat the worst of times just like a test. If only I could go back in time, I'd tell myself that everything will end up alright. Just push yourself, test yourself, figure out what you like. I'll just try out, see what happens. Don't always work towards a problem. A few friends with intent can help you feel alive. Find a passion, take some action, and with a little time. They'll try to kick you while you're down. Can you feel it?Rise up while you drown. They wanna fill your head with doubt. They're silently scared that you'll figure it out. I'll make it look like I'm losing. Won't bother hiding my bruises. And when they finally think you're right, 我看过，今天你看有一个最后一集。来，第二三，哎呀，走走走。也多年刮目相看了，他们现在在这个赛季的人员配置是相当有说法，掌声给拉到了沧海音乐里，被打到了残血，打魔之后打魔一拳，两个人在过去之后再接二技能收下暮色，解围了。对，来看一下这一波渲染过去啊，跟一诺的神力波配合。哦，他是被达摩一闪踢回来了，但是还剩一丝血，还在正面渲染一个人继续扛着打，他还在扛，倒下之后，但是他完成了一换三，达摩罗一诺拿到了双杀之后，这波夏洛特过去想找机会，哎、而中路中翼已经过去推加了，桃博在上路打团，而中翼在上分，中路带着超级兵，最终的比分是定在了11-5，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完会。好的，马上进入两支队伍的第二局的比赛。不见一闪上去打一波进化，直接动手，而且反水一下，火龙再来一个，还打了个暴击出来，一血直接到手。没玩，直接被夏侯惇大招锁进去，先带走了无患，之后再留下暮色，等不了了，先开大招往前挤。但是终于的夏侯惇在这里吃到了马可波罗一技能的满缩，但是大招进到龙坑里，可是龙在这个位置也吼了一下，可是马可波罗这波最终是被机枪满进场给带走。很难啊，他这一波雷下去，你一波打完之后，他是回头给大招拉回来，两人瞬间秒掉冰城和无患。渲染这波进去二踢一下，再来个一砸一手，什么？再来一个雷炸到三个人，秒了。但中路和上路有兵线，可以直接结束比赛，10分钟不到，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完会2-0率先进入赛点。他被多 A 两下就得交大了，是的。上路的话，老虎是直接越塔压桃桃，而下路的话，这一波也是一诺过去，刚才点一下还是相当高的。对，但是来挤这波中轴，
海盗冻到了，冻住了，蓝安把加罗直接带走，龙要被秒了，有没有给个大招？但不然把龙拿完了，无幻直播进场，能挤在前面的自己好像有点快扛不住了，开个大招，最终还是被带走。哎，闪现曹操去切加罗，对，那边牛魔顶了一下，二技能挂到了个减速，但这波哎呦，一波大招看起来可以继续往前追，闪现失误没关系，大招落地之后看有没有一技能，够不着了，一诺还在追，火龙魂还打到了牛魔，把冰城给带走。拦在了对方的泉水门口，被打出了一个复活，最终还是带走了一星，不然这个位置也没有办法来出来了。人形弹之后进血 A， 但是这个水晶已经要顶不住了，让我们恭喜成都 A 级超华会3-0。那太乙真人跟安琪拉追着是中间，需要什么我学什么。对，大闪捆到了近，捆到了近，刚聊到就捆到了，但太乙真人也跟了过来，直接给大招融化一个夏洛特，再把老夫子给带走。马二技能动手，哎，大招撞墙了。那这波直接赶紧隐身，但是你这个信号是满的，又是一个二技能。毛控孙尚香过来补爆发，全是暴击带走季节，先带走一个周瑜，之后他也又是一个二技能，巨长的手拉到，把背影留了下来。小年和天波看能不能守住，直接动手、啊、定大招。过来一波爆发秒掉了天波，而老夫子也阵亡，被一诺孙尚香给带走，一波团灭，中路有兵线结束比赛，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完会。都带着马可波罗直接灌进去，闪现贴身再 A 一下，吃掉了，再用一技能又扫一下，二连击破。这个位置直接掏到了黄忠，一波爆发，秒掉大招，还护顺带打出了笑的被动，踢进去给个救赎，再给个链子接一下，再用一技能，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还要杀吗？杀不掉了，回头推水晶，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完会。我们一直掉状态，对吧？一直掉状态，需要看你们队友，肯定队友。他在换完血跟买血一样，还是钱。但这轮哦，闪拍冻住，冻住了，秒了。这刚刚好是抓住了你阿古朵，这太大压力了，又来一剑带动大招，一诺百发百中啊，季节没大，没办法，最终被虐，但是实在没有办法换人，最终被一诺给点死，继续把人压在泉水里，最终破掉水晶，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3-0获得比赛胜利。英雄喜欢哪一个？还有就是这个赛季的辅助和上个赛季的辅助，你最喜欢哪一个？又要我了。欢迎来到采访席，大家好，我是泰坦，站在我身边的呢是成都 AG 的射手选手一诺。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不是你都介绍完了，我操！你不要这样吼我，我第一次很紧张。大家好，我是陈正昌，欢迎收听。AG 这个赛季的辅助是有变动的，这个赛季的辅助，上赛季的辅助，你不喜欢哪一个？我觉得很坚韧。我觉得都不怎么样。我准备明年我也返回辅助，感受一下这个位置。你别当辅助，我希望你后面能遇到你心仪的辅助。今天是个辅助。想吃什么就吃。你是因为尊重我的想法，我回到评论区。